要吃啥？我二伯抱锤呢。哎呦，你吃啥的啥？我吃黄肉瓜。黄肉瓜。哎呦，我的乖乖，你弄的都成群汤了，这洗不起来这慌呢。哎，来来来来，停吧，洗完了我都回来，妈，我给你洗。妈，我不愿吃。又不愿吃了？你就这样啃，哪有这样吃黄肉瓜的？我天！来，我看身上，哎呀，那个小嘴儿，哼，一个大黄肉瓜抱住它啃下来了。你剥好皮儿啊？我给剥好，你吃吧，剥好行吗？奶奶给剥好行吗？嗯。啊，就这样剥剥啊。哎，剥了再啃完再啃再洗吧。你剥还是有，还去疙瘩人家啃的，你去烧上啊。叫这剥好了，剥好皮了，这把呢都把皮剥好了，来。吃啊。哎呦，好吃吧？嗯。哎呦，好家伙，真的。哎呦，嗯，哎呦，喝茶的，嗯，吃完一发的吧，吃完一发的，我给你洗。哎呦，再吃黄肉锅是吧？嗯，吃了就不饿干了，你光饿干。不要。再吃点，吃腿少，这一大个都吃了一点不行。来来来，吃了老些葡萄了，来，再吃葡萄，哎，管上管别滋烫，再吃点。不要。不吃了。把这个铁皮是干啥的？这铁皮放了高楼子上边儿。哦，给它挡风遮雨了。啊，挡雨的。哦，那行。单位买了个铁皮。啊。再啥呢？就是啥了？下雨就淋了。淋不着了。对。架了这个高楼上架。那还焊了这样？不用焊了。老沉了吗？沉倒不沉。多重啊？三斤。哈哈，吃了你。怎么个？加点水。哎，你拿下。没三十号。是吧？这边。你中间得估计了的。嗯。是吧？中间还有这边。啊，觉得有一点草。对。有一点骨头。哎呦，洗的还行。啥意思啊？啥意思啊？这葫芦大这都从来漏水。俺还说漏不多水。你当葫芦了还漏不多水？你叫他洗的，你正好是吧？那这比买个锅炉的便宜多。你那个干啥呢？你别吃你那个啥活呢？来了吧？我看见。看开始做的呗。啊？我也看看，我爸爸手机好像有我的。哦，你爸那还有吧？你不是挪我这地方来吗？爸爸，我要看你一起去，我要上车子。做核酸去了。这是不是一个星期了就做一回是吧？哦，你也做核酸？学生也得做核酸呢。哦，学生也得做核酸。我是学生呀。你是学生啊？嗯。你是吗？还没上学喽？我看看，如果还没爸爸，我要上学。叫他给人去呗。啊？去呗，不拆开着他。带着手机了，带着你手机了不？那头还有他的信息呗？有。是吧？爸爸，你用我的。No.